人的这种不按照我们的约定而发动的所谓的战争，所以呢，这个神呢、啊、发动了所有有毒性的这些动物呢来围攻布农族人。其实达悟族人那个星星这个字眼，他们会以眼睛来代表星星，就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星光点点，它就是象征着很多眼睛在看。同时就是上面很多星星，海面上也非常多，像波光粼粼、上下辉映的感觉。所以我就把它表现在这个周围的一个图腾符号里面。 再见难倒，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来吼我是谢泽清，欢迎你收看《见识南岛》。在人类的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它叫做命运。那什么是命运呢？ 根据英语这个词源的探究，命运总共有三个字哦。第一个字叫 Fortuna，它来自于拉丁文的轮盘，他认为说人的命运呢是无常的，就像轮盘一样，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第二个呢是 Destination 里面延伸出来的，就是 Destiny，因为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哦，那这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宿命论。而第三个叫做 Fate。 哦，那 fate 这个字呢，它就是编织的意思，那是来自于希腊神话的命运三姐妹。而编织这个概念呢，不仅仅在西方的希腊，而在其,其他许许多多的原住民神话里面也反复的出现。他们在神话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既然谈到了神话，那就要深入去了解哦。梦是私人的神话，而神话是集体的梦。 梦不仅仅反映了人或者是族群他们的价值观、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了人针对命运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想象。今天在杂乱见识难倒，我们就要透过神话来好好的探究个人跟族群的命运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而神话到了今天又有什么样的遗憾？ 在今天的展览《见识难道我们邀请到三位、呃、学者专家哦。首先呢，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呃卓色群不容主语的老师，红河老师。老师你好，好，你好，怎么这样？ 那第二位呢，是无论是在国际的参展，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我、哦、在百货公司专柜里面都有看到他的作品哦，那就是萨布里安德烈老师。老师你好。我也没有超过，我是超过安德烈。那第三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哦，也是重要的学者，目前是中研院民主所的兼任研究员童春发教授。教授你好。哎，呀，阿嬷。好，那其实我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就想要想请教那个童教授。 就是神话在您的观察里面，神话对于族群它的意义是什么？嗯、呃，说到神话本身呢、啊，其实它最深的这种意义呢，呃，就是生命观，这是一个对生命的态度。那这种从古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个生命。 神话是可以给我们非常深远的这个意义。神话呢，它充分运用到语言的这种奥秘跟能量，来编织人生命的经历。嗯、<哼>所以，这个生命的经历，如果我们用呃神话来说呢，它是涉及到时间、空间。 跟生命的神圣关系，嗯，这个神圣的关系呢，我们就会用充分运用这个母体社会、母体环境的这种元素来编辑这个神话。嗯哼，那所以呢，无论是在图腾、祭典，或者是我们呃整个社会生活中。 纵向的对神灵的态度，到地底下我们所谓的灵界的这些主灵永远不死的那个世界，跟这个横向，这个横向就是我们跟母体环境，跟所有的生物多样的关系，嗯，我们都用拟人化来命名这些关系，是，而且那个关系呢，我们用图腾。 来表示，嗯、<哼>呃，然后呃，我们用诗歌，我们用创作，用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方式呢，来保持那个故事、那个生命的意义、那个奥秘，嗯、<哼>在我们过去、现在跟未来。所以，如果我们把神话故事当作为一种诠释生命的过程，嗯、<哼>那我觉得应该是。 蛮有无限的这种呃想象空间，是对。那从这个童教授的这个呃、这个、所做的引言里面哦，其实我就想到，就是说，既然编织跟编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而且我刚刚讲到 “fate” 这个字的拉，它的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编织。那既然编织就要请教安德烈了，就因为我们就看到您的作品里面啊，其实有很多是抽取、提炼神话意象，可是那并不是直接的挪用，其实有很多是。 看不见的，所以它从具象到抽象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程。你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使用图腾符号的时候，就是呃，各族就是原住民有在使用上面的规范，嗯、<哼>所以在使用符号跟图腾的时候，记得非常非常小心处理。其实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台湾原住民，是包括连精品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哦，好比最有名就是呃，某个国际大品牌，嗯，他就使用了就是墨西哥的少数民族的呃编织图文。 后来就是被、嗯、被抗议，真至最<是>最大的连锁品牌就是呃，所谓的范式是快时尚，快时尚，它也运用了呃印第安人的羽毛，嗯、<哼>这件事情就被印第安人就是严重的抗议，所以<是>在呃文化这件事情，在尤其在时尚上使用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注意小心，因为本身是个创作者，就是我就是有那种中有无中生有的无中生有的能力。是。<哇> <laughs> 因为创作就就是有这这方面，天对、啊，要小题大做，无中生有，对，无中生有，我们很会那种兴风作浪。<laughs> <laughs> 我不是沿用，也不是重新演绎，我是重新创作，嗯、用我自己的语汇重新做出、嗯、<哼>新的语汇出来。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就我这我们就很好奇哦。现今天可以通过安德烈的分享，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一窥其中的奥秘哦。不过呢，最后我们要请教的是洪老师哦，就是。 在您的在长时间在收集跟教学这布隆族的主语，但也研究其他族的神话。那就是布隆族的神话究竟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在面对这个啊族人的神话的时候，那过去小时候我们只是在听说，那听说的这个阶段是一个一段的篇幅。嗯哼。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神话故事。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起啊、呃、起头跟结束嘛，这、就是我们对一个神话的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我们会在这个啊，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发觉到这个神话对一个原住民的这种生命元素是非常的有深度的。是、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是>我们就开始寻找到底这个神话里面有没有起源。我们就把所有的神话故事，就是一个族群不能组的这个部分说采集之后。 发现可以对应到它每一个神话故事都有源头，嗯、<哼>而且这个源头里面就会发现，因为是有这个起源的神话，嗯、才有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描述。嗯<哼>，做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会发现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透过我们的宇在望牧师的这个啊，我们交谈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嗯，他告诉我说，如果你在文化里面在收集我们的。 神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嗯、最丰富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话的启示。啊<哈>，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故事，所以在面对我们啊、呃、卓锦布农族的这个神话的采集的过程，所以我有两个很大的面向去做填调，一个是起源，然后第二个就是神话的意涵跟价值，以及对我们现代的人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他到底有什么对族人的启示性？是他的一个目的在哪里？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找到以后，我越做越觉得啊、呃、很有价值。好、哦，然后找到真实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就会慢慢去诠释说，过去原啊、呃、我们说它是一个神话，可是呢，对我来说，现在好像整个所有的布农族的族群，布农族的整个。 信仰的观念串起来的时候，这些本来就是到底就是他的信仰，是，这是一个感受的很深很深的，就是这个啊过程跟啊心得这样。嗯，是，其实神话的现代性呢，它不仅仅有就显而易见的教训，还有隐而不那个、啊、隐晦的教化。那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布隆族人在编织的这个衣服上呢。 我呃访谈了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他说，在衣服上，他不是只是在好看而已，在布农族在编织衣服的时候，其实他把它变成是灵化的啊动作。 欢迎你回到《杂啦，见识难倒》。接下来的这位主讲人是来自于卓社群的布隆族语老师洪文和。那洪老师呢，不仅仅是布隆族语的这个传承者，也是这个卓社群布隆族在他们神话以及故事地方这个采集一个重要的研究学者。 因为感叹这个传统的语言跟文化的消失，所以下定决心呢，要开始收集。也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一的拜访祈老，那也了解到了这古老神话的价值，还有它的魅力，它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还有它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如何教导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老师呢，今天要就这个神话里面的意涵里面呢，来带我们来了解一段非常有趣的这个过往。 所以，让我们掌声来一起欢迎洪文和老师。不会这样，今天我要做分享的神话故事就是伊林说。那这个伊林说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人舍站，人舍站这个部分。 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我愿意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人舍站这个故事，包括人如何从这个地灵产生新的概念，我们布农族人对红色有怎么样的一个啊信念？布农族在编织这个地方也有很独特的一个啊意涵在这个编织里面，所以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一个啊伊林说里面。 在加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编织上，还有一个银化这个概念，这个是在过去呢都没有谈到过的神化，那我们会在这里重新呢，把这样的一这个啊伊领说的这个部分，人舍人舍赞这个部分呢，再做一个连接，才会产生一个完整的所谓的神话故事。人舍站，他是这样说的：过去就有一个人呢，愿意在他们的服饰上。 增多了它的色彩，所以呢，他就跟一个啊摆布蛇的妈妈呢，开讲说：“你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可以先借给我？为了要把他的漂亮的图文呢放在我们的衣服上，那跟蛇跟人呢约定了说，那三天之后，请你把这个小蛇分啊、呃、还给我们。”好，经过了这个三天之后，这个小蛇因为 很多很多的妇女看到了这漂亮的图文之后，都想要把这个啊图文呢放在他们的衣服上面。所以这个一家一家的传啊、呃、传了这个小蛇之后，三天之后呢，小蛇不见了。那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时候的蛇因为人不按照约定而发动了战争。 所以呢，这个神呢，发动了所有有毒性的这些动物呢，来围攻布农族人。他们说，生下了三个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愿意用这个三个人的头呢，放在这个图片上，告诉我们说，还有两个一男一女的这个人是在继续传承我们人的生命。那站在这个前面的这个人是，这个族人呢，用老人象征。 人继续传承我们的智慧，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表达了这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性，那就是人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会面临死亡的意涵。这是一个在我们啊故事里面常看到的这一段短短的这一篇啊故事。可是呢，我们在探讨这个故事的内涵深度的时候呢，才发展到当时候的人，他们知道说。 在所有动物里面，百步蛇它是一个受地灵之气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我们这个人愿意把这个地灵的所有的生命的能量，都可以借助了这个百步蛇呢，是不是可以放在我们的人的身上，使这个人借着这个衣服的编织，使这个地灵之气、地灵的这种生命能量呢，能够。 真的跟我们人的生命做做结合，这个是当时候啊、呃，布农族人对这个地灵早就已有的这种啊、呃、信仰，那只是在借用这个故事，让他们了解说我们人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地的这种能量再做结合，这个是我们会在啊、呃、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了布农族他原有的这些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找这个蛇呢，愿意把它的图腾放在人的衣服上面，把它的颜色放在人的身上。那为了什么呢？使这件衣服呢变成是一个有生命的衣服，直接可以保护到人的生命。这个是在人蛇战的前端的啊、呃、故事里面，让我们发现到他原有的啊、呃、无论的信仰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其他这样的概念呢？我们是可以总结到，啊，后面的故事，人在发生了这个人蛇战几乎灭亡的时候，人找到了一个新的启示，重新要用新的观念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之后的布农族人在编织的这一段文化里面产生了编织的神秘观。那这个的神秘观是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神秘观呢？因为。 我访谈的这两个老人的时候呢，他们这一点的几乎是不会公开的，也都不可以说的。好，可是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老了，我们把这个最神秘的部分呢，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故事啊、呃、编织的呃这个部分呢，也有它特别特别的意涵在这个编织上面。布隆族人在编织的这个衣服上呢，我呃访谈了两个。 老人，这两个老人，他说，在衣服上，他不是只是在好看而已。在布农族在编织衣服的时候，其实他把它变成是灵化的啊、呃、动作。所以呢，在中正村的这个祈老叫做麻辣这个老人家，他告诉我们说，当我编织衣服把它火化的时候，从这个上面一直到啊、呃、这个后面到结尾，在做这两件。 啊，编好的布料并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变得是一种灵化的一个仪式。可是我在双龙问到这个另外一个老人古秀红这个耆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也在编织衣服的时候，这个三条线无形中的那个三条线在背后的三条三条线编织成以后，我们就会杀一只鸡，让血。 呃，鸡的血呢滴在上面的时候，就这个衣服就变得是有灵的衣服。所以，我们从这这两个老人的这个描述里面，原来我们布农族的这个衣服是一个灵化的衣服，而且它的价值、它的目的是这个衣服要跟人的生命再做一个结合，完完全全是两个灵的结合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啊、呃、编织的这个衣服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个衣服做好之后，就是变得是一个人的永远的一个结伴者，永远的一个朋啊、呃、一个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在我们布做族的文化里面，当这个人拥有这件有灵化的衣服，一直到他死亡的时候，这个衣服呢，一定是随着他进入棺木，然后。 内涵就是说，他也回到所谓的啊祖先的灵界里面哈，过着另外一种生活。那在这样的一个呃神话故事啊，我自己会啊感受到这个衣服在我们当代里面，在我们现在的族人，到底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啊去思考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 人舍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人类即将灭亡，就是布隆族即将灭亡的过程。那个我们会发现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人对当时候的大地万物的所有的这种过去的这种态度完全改变。好，这是我们会在这个神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对这些生物已经失去了尊重。 失去了啊、呃、态度，失去了信念，所以呢，这些过去的这个大环境反扑，使我们的这个啊、呃、布隆族人即将灭亡。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再一次得到了这种啊、呃、族人面临一种消灭或灭亡的讯息？有没有共同这样的一个啊、呃、想法？我可能这句话。 我可能会从语言上的一种角度呢去看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讲说：“我们台湾原住民族，它是不是会会面对一种消失的部分？”所以，我面对这个衣服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可是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喜欢把这种衣服呢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在我们活动里面，包括所有的纪念里面，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啊比较。 啊，隆重的场合里面，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呢穿身上。可是呢，在当我们把这个衣服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过去同样的这种态度、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一种信仰呢？这件衣服是不是真的是有灵性的概念？如果这个衣服的过去的这种啊信念，真的是在做我们的保护。 希望真的，你拥有这个衣服的时候，你也用同样的信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真的，我们是真正获得了跟这个衣服灵魂相结合的一种，啊，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观念，让我们的这个这个生命呢，真的是一种存在。所以，如果我们又反省到说，哎，我们现在只会外观上。 穿好漂亮的这个衣服，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内在没有真正的属于我们无论的精神，或是我们自己对主人的认同，这件外观的衣服上，不晓得啊有没有真正相对的价值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衣领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回归到这个衣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真的保护我们的生命。 尤其保护我们的整个的文化，保护我们的整个的精神，真正的这个衣服的啊存在跟价值，我认为它是跟我们生命的一种结合。那这个意思说，我们如果在在现代的里面，面对了我们族人即将灭亡的时候，哎，衣服它可是很大的一个启示跟价值，让我们唤醒我们真的应该拥有我们保留的一些文化跟精神。 还有我们的身份的认同，好，我愿意用这个角度呢来分享一下这个经营啊，这个伊林说的这个目的。好，谢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取之于文化，我们也用之于文化。最后呢，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祖林留给我们一些文化的资产，然后同时呢，在百年之后，我们也会成为后代的人引经据典的一个文化的资产的起源跟资源。 欢迎回到《展览见世难》道接下来的这位主讲人呢，是萨布拉安德烈。那安德烈呢，长期以来以这种 Art Deco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么带有强烈的未来性，然后同时融入了原住民的这个神话，无论是图腾或者是意象。那么在长期以来呢，从排湾族的神话、布农族、少族。 泰鲁格族，甚至于呢是像是格马兰族哦，那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子意象呢，都成为他印画的图案。而今天安德烈要以他个人的创作历程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他怎么样去思考传统的神话意象，而神话意象又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让我们用掌声一起来欢迎萨布拉安德烈。 请问时装设计师沙布兰德列？我知道时尚对一般人来说，尤其是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太平洋的距离吧。啊、哦！但是不要害怕，其实 fashion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近距离的。时尚其实对原住民来说，不单单是没有距离，而且我们还非常非常贴近时尚。行，我今天不就站在这里了吗？其实我站在这边，只能证明两件事情。 首先，原住民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时尚，非常非常的时髦。再来第二点，就是我们除了很土、很有土味之外，同时我们代表了非常非常的国际。因为，请相信越本土越国际。关于我呢，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我是出生于台东大武乡大武村大武街的一个一个平凡渔夫的大儿子。那海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 不单单是一片海，我们家就住在面向大海的大武街。然后对于海洋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情感，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讨海人，所以大海不单单是一片大海，它也是养活我们一家人的非常神圣的一片海。那在更大的时候呢，呃，我常常陪着爸爸去出海去抓鱼，在汪洋的一片海当中呢，从晨曦一直到日落的夕阳，从这个海水正蓝。 看到夕阳烈红的红海，就整个波光粼粼，然后可以在海面上看到整个天空跟海洋的色彩斑斓的变化，那种斑斓的变化跟海面上这种波光粼粼，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呃整个印记，整个就是刻画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这个也对这种色感的培养跟观察细节的那种敏锐度，在我小时候就开始培养起来了，然后这样子的刻画的印记。 呃，我觉得对于我之后以后的创作也非常非常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DNA。其实像这样无无形的期待呢，就感觉好像就是在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种在海水里面，感觉好像就因为在母亲的大海里面那种那种水。其实水是一个创作文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最最主要的起源，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于水跟海洋。那其实像这样的创呃潜移默化的创作能力呢？ 在我小时候的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印记之外，在海上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云彩，或者是海水，或者是那种海浪，可以在风平浪静，也可以是非常非常波涛汹涌。就是觉得大自然非常非常，大自然好有趣哦！就稍微一点点的清风，云淡风轻，或者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影响任何的海面上的一些波折或者一些皱纹，就觉得海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天空也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对着大自然就抱着一种呃非常的敬畏、非常的崇拜，尤其是在大海里面，一片汪洋里面，就一艘船，就是我跟我爸爸在海面上，你就感到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需要谦卑，因为在大自然怀抱里面，孕育在母亲的这个，好像在在在那羊水里面，这种呃吸取更多的养分的同这个、同时，就对于呃母呃所谓大地之母。 是更加的崇呃，更加的敬畏跟敬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呃，无形 DNA 呢，在我创作里面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呃影响的来源。那今天呢，就是我要邀请大家乘着我的几何时尚的飞船，我们来一趟也是一个陶海人的神话故事。我们来到蓝宇飞羽之神的神话故事。传说中的岛族人呢，是一个。 四面环海，也是以渔获作为一个呃生生存的一个依据。然后这个这个情况呢，跟我的小时候的印记是很像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同样的一种经验连接。所以我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感而发。因为我是在呃海在海面里面生活，也是在海面里面打滚嘛，或者是 <laughs> 对，因为从小就很早就下海了啦，所以所以对于海有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一种情怀，所以可以了解到我主人在出海打鱼的时候那种。 那种呃抓鱼的情况，在飞鱼之神还没传递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方法之前呢，他们很喜欢把所有的鱼都混在一起煮。那混在一起煮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导致呃皮肤开始有一些瘙痒，那或者是一些不适。后来他们就觉得，哎，这个鱼好像好像对他们来说好像就会吃了会痒，所以他们就不再吃了。于是他们就把鱼全部倒掉。 那飞羽之神看了这些族人使用非正式的方法在烹煮他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非常失望。于是说，他找一个人来把这样子正确的烹饪的方式给传递出去。于是他找了头目，于是，在头目在呃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偷梦给他。然后梦中呢，就是飞羽之神就传递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就说：你们，我我现在要传递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然后你必须要你的责任就是要把我传递的事情分享给主人，了解说正确的使用方式。于是飞羽之神就跟呃就跟头目说，首先能展翅飞翔的飞羽呢是飞羽之神我赐给你们的礼物，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所谓的大自然的资源，要好好正确使用我教的方法之外呢，同时也要珍惜海洋资源，然后懂得分享。 懂得去尊老敬老尊贤，去帮助那些无法下海的一些淘海人。然后在捕获的渔获当中呢，记得要分享给贫苦的人，然后孤苦的人，或者是孤儿，或者是寡母，要照顾这些人，做好男女分工，就是女人要上山去种芋头，去挖地瓜，男人要去下海，然后去做呃整个分工的完整。然后拿整个捕获渔获之后呢，要记得分享。 同时也要珍惜大自然资源，记得这些捕获的鱼货呢，你只能捕一年份的量，然后不能多捕，也不能也不能去浪费它，也不能就是呃去读后继续独吞自己的这些大自然，就是所谓共享的一个资源。嗯、我母醒来之后呢，他就靠在他的家里的一个石板前，望着大海，就感慨地说：“对呀、啊，非玉之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礼物，我们怎么可以如此浪费它呢？” 于是他就把非羽之神托梦给他，传递的一些理念，散播给呃所有的族人了解。于是族人就照着非羽之神的交代，跟使用的一些正确的烹饪方法传承到现在。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神话故事呢，其实一个已经非常大家都是耳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浅显易懂。它传递的其实就是一种懂得珍惜、懂得与大自然共存、善用资源、做好分工、敬老尊贤这件事情。 这这个神话故事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意喻也非常非常的浅显浅显易懂。那我如何把这些呃这么浅显易懂的神话故事，然后再来就是神话故事，它它其实一个是一个口述，它是一个言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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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文字，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图腾。那身为一个服装设计师或者是创作者，如何把神话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印象，或者是一个图腾符号？ 有赖于我们的想象力。那基本上，想象力呢，就是对于本身有创作者的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因为从从从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天马行空，然后非常的离经叛道，或者是喜欢一些无厘头的一些创意的发想。那我在非遗传说的一些停掉的时候呢，就我在读阅读的时候，就脑脑海里面就充满非常非常多丰富的一些呃图腾印记跟一些符号，在原住民的团。 的社会里面，它有一个使用的规范跟依据，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规范被碰触，或者是有一些禁忌被使用，所以因为创作者他本身就是有无中生有的一个能力，所以身为创作者，我就是不是不是沿用，也不是重新演绎，也不是破坏重新拆解重新组合排列，我是整个就是完全就是创作新的语汇，是我自己的呃一种新的时尚的语汇。 那我的整个人灵灵感来自于呢，就是天主教的彩绘玻璃。就是在中国世纪，在天主教在传递圣经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是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们无法阅读圣经的文字。那如何把圣经的意义传递给更多的一些呃想要走进教堂的一些子民呢？天主教就把圣经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彩绘玻璃，把它投影在天主教的彩绘玻璃上面，从圣经的起源到宗旨到整个的。 整个意义在彩绘玻璃上面，就是可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即便是你看不懂圣经，你走到教堂里面，你看着那些彩彩绘玻璃的这个图案的起承转合，就大家可以了解圣经要传递一个一个意念。这样彩绘玻璃的一个一个形式，把原宙里的神话故事转印成像类似天主教的彩绘玻璃的形式，变成我的一个印花方式。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如何转换呢？看得出来这是一只飞羽毛，因为它是一只破开的飞鱼。 因为飞鱼呢，达悟族在使用飞鱼的那种、呃，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喜欢破开之后晒干，晒干之后的飞鱼就是他们呃经常使用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一个美食。于是我就把破开的飞鱼这样展开的形式，就好感觉好像就是一张翅膀展开的飞鱼，准备要起飞的感觉。那在色彩计划上面呢，我保留了,了达悟族的红色，然、哦、后再来可以看到我同时也把传言运用在飞鱼吐出了一个嘴巴里面，就是吐出一种像类似达悟族的传言。 那就是类似他们在捕获非遗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达悟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他们没有星星这个字眼，但是呢，他们会以眼睛来代表星星，就看到非常就非常多的一些星光点点，它就是象征着很多眼睛在看。然后同时就是上面很多星星，海面上也非常多，像波光粼粼，有点像呃上下辉映的感觉。所以我就把它表现在呃这样点点星星的感觉放，放放在这个周围的一个图腾符啊图腾符号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取之于文化，我们也用之于文化。最后呢，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其实我们这一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性就是我们为时代留下更多的一些文化资源，留给后世。好比说，我现在是在缅怀，或截取呃，祖林留给我们的一些资资源、资源的规文化的资产。然后同时呢，在百年之后，我们也会成为后代的人引经据典的一个文化的资产的起源跟资源，越本土。 越国际所有的图腾符号，原住民绝对是最时尚、最 fashion、最新潮、最高等的一个文化民族。谢谢大家。所谓的未来，它是背着他的生命故事，跟家族的生命故事，跟爸爸的生命故事，跟孩的生命故事啊，<对>那个关系。内在认同，把它重新在年轻人身上振兴起来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现在的。 不能出人，因为你的情绪会在你做衣服的当中，你的情绪会跟布料做交织。所以你快乐的做衣服，你的衣服做出来之后，就是你看的人会感到莫名的愉悦。欢迎你回到《子弹见识难》岛，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两个主讲人的观点，我们来诠释跟解构神话。 当然，神话实际上有太多太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的、哦。不过，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童教授。那在今天这两位主讲之后，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跟补充的呢？首先要感谢两位的分享。布隆族的百步蛇文化跟呃编织，一直到人跟宇宙之间的一个和谐关系。嗯哼。然后这个最终就是敬天。在安德烈的创作里面啊，他也一样的。 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人跟大地的和谐、母体社会环境的这些资源本身，已经成为他的奶水，嗯，成为从大地获取这个能量，然后他的生命去对应，嗯<哼>，那这个去创作很有意思就，就就是在我们的主题叫“ a l 亚兰这个是路，嗯，那这个路本身在我们台湾组那个路啊。 是有很多种的意思，有足迹，<你>对痕迹，对对是，呃，去来都是路的意思哦。Oh. 所以那个路是你回家也是出来的，这个意思在那里？还有呢，那个路是大家一起走的路，我们是伙伴的关系。嗯哼、mm，hmm. 这种伙伴关系呢，共同来呃，营造我们的和谐的，充满那个。 伦理规范的这个环境，嗯，所以不能组成那个神话故事，也就是在强调这个嗯，如何成为有秩序、有规范，然后在生命共同体当中彼此尊重这件事。然后我用我的生命带你的符号，啊、呃，一辈子让我的下一代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大地母亲的对话，我好感动。安德烈提到母。 母亲的他呀，嗯，我刚才也有特别，我我也借着这个特别谈到那种路的概念呢，是心灵，那种心灵层次的这种关系，那是最奥秘的事，就像脐带一样。对对，对那个脐带，妈妈阿、啊、姨她一直强调，那个海水里面男女的人呢、哦，是对海的那个律动呢，非常的敏感。 通过这个人跟海之间的对话，营造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嗯，就像他刚刚提到的，那个是神话，给你保存下来了。嗯、是。那刚刚听谈到男女，谈到今天有人过世，天上就增加一颗星了。哦。这是海岛民族的文化当中。嗯。所以他在海上海岛上生活的每一样东西，没有偶然的。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一种生命观跟大地结合的生命，重点是人。嗯，人你要管理，你要经营，你要享受这个这个大地的时候，你要如何跟他建立最健康的关系？是。另外就是刚刚两位都有提到，这个神话本身在整个文化里面，这个整个的图像就是跟图腾。 有关，嗯，这个是创作者绝对重要，或是做语言的诠释这个过程，对<是>，他的创作是一种，呃，用生命去，呃，展现去诠释那一个大地的故事，嗯嗯<哼>，人跟大地之间的这种故事，是我我认为这个是作为一个诠释者来说呢，其实在我们呃这个台湾组的话里面有一个未来。 那个未来哈是那 d a v i d i 是后面的意思，后面的意思，对，就是背后。嗯，那不是忘记背后，背着你的未来向前走的意思。哦，那我从安德烈的创作，就他跟爸爸从小，然后他用那个就像妈妈肚子里面的这一个这一个生命的经验啊，作为他诠释跟发展如此大的一个创作。嗯，我觉得。 并不是偶然的，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种呃所谓的未来，它是背着他的生命故事，嗯<哼>，跟家族的生命故事，跟爸爸的生命故事，跟孩的生命故事呀、啊，对，那个关系。你看他刚才解释的时候，波动风一点点的风，任何的云啊都变化，在那个当中变成题材。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说一个图腾本身。 像排，我就借用一下排湾组的人哦，太阳、桃湖跟白布蛇，这个这个图腾呢、啊，最深奥的意义，莫过于这个时间，嗯，就是能量那个太阳，嗯、<哼>生命的能量用太阳去行说，嗯<哼>，然后神圣的妈妈、神圣的大地，这个母亲呢、啊，就是孕育生命的，嗯哼，可是更了不起的英雄，就是那个爸爸。 守住这个秩序，你要守住这个整个对天地地底下跟人社会之间的健康关系啊，嗯，那个是把八幺守护的，是，所以我我就用稍微用这样的一个呃呃概念呢、啊、来说明，对于安德烈来说，背着我们的故事呢，向、嗯、继续,继续前对，啊、呃，对，我想这个是我在这里要要回应到安德烈的呃这个，嗯，呃。 对，还有创作这样的，但其实我有问题要请教洪老师，是<的>就是呃，在布隆族的神话里面，还有传统的记忆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嗯、但是在呃神话的失落或传统的遗失，语言慢,慢慢慢被淡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你们的在现在老师的眼中，年轻的世代是不是他们在精神上也失落了一些东西呢？嗯、是的，嗯嗯，好，那。 在目前我们啊，我们一直探讨到我们布农族的文化里面啊，那在我们整年度的这个仪式里面，有一段是被忽略掉了，那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打鼓这个仪式，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祭典，那包括什么呢？包括里面的啊对天地的一种呼唤，然后对啊各种生物、植物、动物的呼唤，然后带来就是。 对我们人领的互换，嗯、<哼>这个部分不能完全遗遗忘这个地方，嗯、<哼>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小孩子的十二季，包括婴儿季，包括一直到成年礼，嗯、<哼>这个部分没有串联起来。嗯、<哼>在我们不能族的整个的文化的形式里面，发觉到最重要，他已经开始有自主思维的这种年轻人，他没有重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再被振兴 在被教育，我们无论的这个啊、呃、文化的意识，觉得它比其他的呃族人滑落的更快哦，很多很多的这些文化意识不见，嗯哼，所以你们翻开现在的资料，布农族那么大的一个台湾原住民族，对，它已经列入在什么呢？语言濒危的这个族群，嗯、是非常非常的啊被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啊有生之年的部分哈，对这新一代年轻人更有价值的一些文化，我们可能会掉脱基督宗教的这个概念。我们是原住民，他有原呃原本的这种生命在我们的族群文化里面，我们要把这个生命传承下去。我觉得唯有这样的一种我文化的传承，包括我们真正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的。 啊，内在认同，把它重新在年轻人身上振兴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现在的务农族人。是从洪老师这个，就诶，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传统文化还有对神话的失落，实际上在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的族人哦。但最后面我要请教这样安德烈，就是在在呃所有的这个意象里面哦，这神话意象有形的，从具象到抽象，对？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叫挪用？你在你的观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创作呢？挪,挪用就是呃，以现有固有的再去做转换，直接拿过来贴上去这样子，或者是一个有一派说法叫致敬，<laughs> 致敬。但其实它就是抄袭，对，因为抄袭这件事情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创作者，有可能我们创作的东西有可能被抄袭，嗯、<哼>但是我觉得抄袭无所谓，因为抄袭也是一种一种传承的方式，对。 对，但重点是要一直被传传传送下去这件事情，嗯哼，比较重要。嗯、是，然后呃，其实我要刚刚要呼应一下，老师刚刚一直讲到编织这件事情。就像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常跟跟我的助理或是我的学生说，做衣服，请你保持心情愉悦，因为你的情绪会在你做衣服的当中，你的情绪会跟布料做交织。嗯哼，所以你快乐的做衣服，你的衣服做出来之后，就是你看的人会。 会接收到你的讯息，就是说，哎，就是会感到莫名的愉悦。嗯哼，你你你在你是在快乐的情绪之之下做衣服的，嗯、所以我的工作是就是一起很欢乐，嗯、<哼>然后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所有的衣服都是看起来就是很欢乐吧，对不对？<laughs> 哦、<laughs> 在在欢笑之中制作出来。<laughs> 因为很相，<对>我很相信那种所谓的把你的精神跟布料交织在一起。所以交织这件这件事情<对>其实也非常非常神秘，有形就有灵，它也是一种神秘符号，一个能量的一个载体。是。 对，所以在今天哦，其实我们时间相当有限哦，但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还想要知道，呃，神话的现代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再诠释或者再解构哦。不过我们跳脱这些非常学术殿堂的语言来讲的话，其实神话是象征每一个人心灵潜能的一种隐喻。 而这个隐喻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谢谢你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再请每位老师哦来我们的节目来,来好好的分享。那我们走了，见势难道我们就下周再见了，谢谢大家，谢谢。拥有米田堡血型的人，可以容忍体内有较多二氧化碳的产生，而有较佳的呼吸代谢以及耐力。 它并有助于整个运动表现的提升。其中，阿美族有百分之八十八，几乎是世界第一。虽然这个研究的发现，但是科学家们仍然无法据下原住民就是天生运动员的定论。我们带领球队。 不是只有运动场上的技战术，还包括了生活中的种种。因为唯有生活的纪律好，你才能够带到场上。所以对我来说，做教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比赛反映训练，训练反映生活，而生活反映态度。这是一个 circle。他们从来没有偷懒。别人在玩的时候，他们在训练；别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他們在训练；他们去交朋友，他们在训练；他们立一成果过来，老师。 我们都如何教别人教孩子？那这些孩子展现出来了，我们给他什么东西？